好，大家好，test 一下，好，现在来直播，边下棋边讲话。希望不会有声音上的不清楚。今天早上有测试过麦克风。好，我们使用天天象棋来做直播的练习。我这个是电脑版的，我电脑版之前比较少用，之前都是用手机版。然后现在我在夜六夜七之三，好，这是一个等级。所以大致上来说，对手的水平会跟我差不多。那因为还要边讲话边下棋，可能会影响水平吧。好，那不管下得好还是下得不好，希望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下得不好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好，那对方用现在比较少见的四角炮开局，好，那我们还是选用比较常见的这个中炮来做反击。那如果挂另外一边的炮呢，让它形成一个正统的这个反攻马，似乎就不是很好的选择。好，那对方那个点兵这手棋，一般来说是会先跳马出动大子，好，争取右翼动得比较快。好，那这边呢就先点了一个兵，这个效果呢，我们值得考虑一下。好，而且他这个马呢暂时也跳不出来，好，因为他要保护他的中兵。好，所以车就升巡河，好，将来找机会把这个兵给对掉，好，活跃这只马。好，同时这边的构思可能会跳边马停边兵，然后打车。好，对方呢这个大子开动的似乎没有想要出动大子的想法，好，但是这样子呢，我这个卒一点了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直接出车了，好，因为会被打车。好，所以他这个手顺上似乎有点不是很理想。好，同时他跳边马的话呢也被边马支住了。他的开局看起来有点怪异。那黑方顺势跳马出来，好，将来可能考虑对卒，或者是踩边兵也或许可以考虑，好，不过感觉对兵呢是比较稳当的走法，好，只是说你对完兵了以后，这个炮的活跃度变高了，好，所以是不是一定要现在对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好，还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补个士，好，让他没有这个升炮进来的机会，感觉也可以。但是补个士以后将来会有一个闷攻的问题，所以这个卒到底要不动呢，动的好处是马比较活，坏处是它的炮的灵活性增加了，那这些都要考虑一下。也可以考虑补士了以后呢，将来打持久战，平炮什么的，平炮再飞象等等。好，选择先吃一个实惠。好，我现在目前的想法呢，不想让他的炮过于活跃，好，所以这个卒呢也算是忍痛不点吧，好，暂时不点。好，这手棋走得有点匪夷所思，他乍看之下好像有个闪击什么的，但是我这个车有跟，我只要吃完了以后呢，这个车有跟我都还没对，他自己又送过来，这个感觉不是特别的合理，但是想法是说他大概想要出车吧，为了想要出车呢，所以断掉这条路，但是我觉得这个棋这个卒实在是很大，他这样走感觉不一定很划算的。他如果出车，我是不是可以升炮呢？或者是我就单纯让他一手也无所谓。啊？对方
这个对方这个走法确实是不是很好理解。走的步呢不是很有效的，那可能也是因为是六之一，刚刚好算是，那七之三是夜七里面最高的，所以相对来说双方你目前来看的水平是有一点差距，但只是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在中盘的时候下得特别好。这边就要考虑是不是先对，让他兵扶起来，或者是让他打过来以后呢象飞起来呢也是也是很好的，还有他这边下一手呢有出车的先手。至少这边肯定的来说黑方的这个局势呢是相当满意的，除非后面走得不好，否则呢现在这个棋肯定是黑的有反先之势。现在就要考虑到这个车怎么样开动的问题，还有这个他出车的这个问题。黑方退嘛，以后为了练棋的需要以及大家的需求，我想两个可以一起做到的话，就是在网络上下一下吧，下给大家看，然后我自己也是在学习。我感觉他刚刚比较顽强，会不会有个炮五平二一定要换炮，然后想办法从二路线呢出来但是他这样走的中规中矩的呢，等于说似乎就放任我就直接渗透过去了。好，进个边兵。没关系啊，没什么影响。啊，我知道。你要走了？那妈妈在这边吗？那妈妈待在家里是吗？哦。好，刚刚我们家有客人来了。这个棋考虑炮打过来，兵冲兵了以后跳马吃这个兵的棋。这个马退进来，将来可能会跳到这边来，但是这个车开不出来也是个问题。好，这个先把它打起来好了。打起来，他也许跳马以后，当然有冲锋兵的棋。好，是不是说有没有办法抑制他这手棋？好，或者是直接马吃过来比较实惠一点？好，那这个车再开出来，感觉也可以接受。因为黑红方感觉有点失血过多了，他可能会车一平二或者是马三进四。那我想说炮数将来再挂个钟，因为黑方并没有什么这个阵型上的弱点。现在走的话，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打他一下呢？让他没有办法来得及冲兵，打他退马，然后再吃，这样子一口气吃了很多子。要跟妈妈说在直播吗？怕讲。因为他下一手有聪明的棋。啊？下完这盘吧，再做测试就刚好就直播了。
浸泡，好，可以试试看。这个棋红方的车一直不开，这一二三四五哦，红方已经进少三个兵了，在物质上来说，黑方已经有赢棋的条件，而且红方的位置也没有什么可以反扑的棋，这个走的比较，应该说走的比较不是特别有效。我都整理了，还可以吗？看起来他将来可能会有一个 G1 平三的棋。那是不是炮再退回来再朝后面呢？哦，反而现在不太怕他出子车了。哦，倒是怕他 G1 平三以后被从这边杀出来，哦，感觉有点讨厌。现在这个马他退到这边来也跳不到相位，哦，所以呢好像也没什么便宜，哦，再调整回来。好，如果这个车下得到巡河车的话呢，就阵型几乎就是没有问题了。现在黑方也不怕打持久战，哦，毕竟黑方多了太多只卒。好，他出子车，将来会升到这边来吗？哦，可能会抓这边。好，大家考虑炮八平七或炮八平五。哦，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感觉炮八平五比较直接。哦，炮八平七的话，他可能还有个车二进六，打通兵营线，在马七进六什么的。好，哦，那他这样子下的话，就黑方都是下的顺水推舟。哦，然后吃一吃，对一对，黑方稀里糊涂的就多了四个卒，哦，但而且红方呢也没制造出什么攻势来，所以感觉来说呢，这个对方走的不是特别有效，哦，现在跳马这手棋。彩中兵也不存在，因为彩中兵他想抓双的时候还有一个马五进七，那是不是干脆叫他冲快一点跳到这边来呢？似乎也可以考虑。那马六进七以后呢，黑方的车往上一摆，马上就威胁到这只马。现在比较顾虑的就是他有个 G2 平5的棋，哦，让这个 G 没有办法一直通过来，哦，他果然这样走，一个是选择交换，但是交换完你就多损失了一些卒，哦，划不来，炮5推一推对完了，这个卒也不见了，哦，所以就看这个炮要怎么跑，哦，其实单跑也可以，哦，单跑的话他象吃我G抓，他再挂中炮五个四，这个到时候吃马吃香，而且这个马似乎也不是很好跑，这个炮就躲开来吧。下一手棋这个车抓马呢应该有点头痛，除非他有个，哦，他有个车五进一，就算把它对光了多损失这个卒也没关系，因为马炮对马炮的话黑方就多了三个卒了，就是把局势下的简单好掌控，哦，那局部呢让利给他也是可以，哦，他果然这样下，那待会大概就要对车了吧。还是直接冲下去呢，哦，直接冲下去这个卒舍不得给他也可以考虑，哦，因为他这个马就是位置不好，他如果车五平七这样子有点复杂，好，不如干脆多送他一个卒算了。一二三四，
四支打三支，好，这三支足就已经是算是赢棋的根本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马出得来出不来、哦、因为被这只马压住、哦、或者是他炮将来要平过来什么的。还有这个卒我们能不能守住、哦、感觉可以点七路卒、哦、你要走了吗？你要回学校加班了、啊、好，小心开车。哦，知道了知道了，待会也准备拿象把它 K 住，好，或者是他多损失一个象给他吃也可以。将来他的退马的手段马就可以奔出去了，哈，这个底象就没有负担。好，他有马踩象，或者是退象，或者是退马的选择，好，他选择降象，那象就把它 K 住。这个棋就算对掉一个大子，只剩一个大子也够赢。哦、因为已经有三个卒了、哦、如果你只多两个兵、哦、那你多一个大子呢还不能赢、哦、比如说炮双兵对、哦、譬如炮双兵对单马四象拳、哦、说马双兵对单炮四象拳什么的、哦、这些呢这个一子双兵呢没有办法保证赢棋、哦、基本上都是和棋、哦、但是呢如果你是三个兵的话呢你切换成单大子的残局呢是可以的。他这样子打我飞个象，还是我退炮他打象，这样子是很简单的切换，这样切也是够赢吧。我们下的简单一点也是可以的，我来稍微练习残局，但是我把象飞起来，他退象再退炮，他等于都被限制住了，好，那不如直接就把他，除非他直接踩象，他直接踩象也是他的权利。这棋怎么样都是踩象换单子的棋。好，那不如就直接退吧。要打就给他打了。打完了以后呢，我还有闷弓的牵制、哦、让他的炮呢没机动性还没那么高。这样子有一个炮打门弓的威胁，所以他的炮还不能左右移动。那这样子我如果进个边兵，到时候连这个兵是不是都吃到了，冲兵退向停炮过来打兵、哦、他刚好全部的炮都来不退回来，打未过河的兵应该都打不死、哦、最差也有三个兵，所以这个棋做比较简单的切换应该算够了吧。至少这个兵呢是对掉的，而不是被他白吃的、哦、就算白吃炮双兵对炮兵也够赢。他走这手乖乖，他应该要进炮、哦、进炮我炮甩过去的时候呢他可以平过来打，这样子我一打那他这个兵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死了呢？这样子不只是三个兵，可能会变四个兵呢。当你有多兵的时候呢，一个兵换两个士或两个象，哦、尤其是三兵的话，你一个兵换两个士，剩下的两个兵很暴力的就把这个没有双士的帅能抓起来，这样子四个兵呢难度就不高了。唯一要注意的是炮回家，比如说撑个士或什么打死边兵或打死中兵、哦、这种棋、哦、但是因为炮在前面你可以遮拦的，所以看起来这四个兵呢他都没有什么机会吃到啊，剩下的就是谨慎的呢，把卒靠一靠，我、哦、就赢了。哦，他看起来想要到时候想要退到下二路去了。哦，那我们顺便哦让他减缓他的速度，哦又靠近我们的卒，哦让他炮呢暂时回不了家。啊、哦，现在除非等失误了，比如说进一个卒五进一被他串打，那自然是不行的。把比较有危险的兵呢先过去。这个冲冲炮甩个边好了，让他回不了家、哦、到时候炮还可以横向的保、哦、走得很谨慎。
那我这个重兵呢都不进的也没什么关系哦，就这三个兵就够了。好，那这个卒要过河呢，就塞象眼吧，两个卒都可以塞到象眼。哦，甚至哦这边还可以推炮进中兵，所以这中兵呢也是可以进的。所以怎么看难度都不太高。后面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这个先靠个卒也可以。偏不进、哦、把他的炮呢就是缩小他的范围。这个卒定住了羊角士的话呢，换双士的机会就非常高了、哦、他准备要推炮防守了、哦、但是他现在一个兵都打不死。而且定住了他的羊角士，他调形有困难，这个炮呢要从回去防守，哦，乱动的机会呢很低。好，现在正在练习直播哦，因为发现可以有电脑版的哦，它这个时间以后是每步30秒。哦，等到双兵联手，那就稳如泰山了。他连串打的机会就也都不高了。好，这边如果用完的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每步30秒。除非系统问题说这个用完就直接判夫，那就没办法。这一盘棋的过程来说，因为红方的开局原则并没有掌握得很好，导致大子出动的速度比较慢，让黑方呢就站到比较好的位置。站到比较好的位置以后呢，再把这些好的位置转换成多卒。那多卒之后呢，红方没有办法制造什么攻势，黑方呢反而采取比较保守的状态，就是做一些简化局势，光靠这个先前打下来的基础，也就是兵跟卒的这个差异呢，就可以赢得这一盘棋。这个棋黑方实在是不着急。这个卒也想办法把它过去吧。这个棋除非被闷攻，所以没有什么难度。好，读秒30。这个卒冲过去直接换双兵，他打，但是他这边有个打的棋。我们都下的简单一点。打象，打完象了以后，这个卒也过去了。除非他要打一将从后面捞，后面捞卒也是可以过去的。所以这个结构被破坏了。黑方一点都不急着进攻，把该摆的棋都摆一摆。把这个优势呢，摆明了给对手看。那就比较不累吧，不需要不用特别的去思考怎么进攻，直到一切水到渠成。这个棋对方还不投降的话，我们就再来思考说怎么进攻。
就长得有点壮观，所以竹其实早就可以冲下去了。将军，好，引起不闹事，直接换两个兵再讲吧，两个士再讲吧。这样的棋呢，就算是炮双卒也可以赢棋，好、哦，那何况是三个兵？这个棋拿掉一个炮呢，红方的防守都有一定的困难。印象中三卒可以赢炮双象，只要位置够好。这个其他靠过来，这样这个准备下到恶鬼拍门去了。这个炮在往中间摆啊、哦，嗯，这个卒中间一将是就完蛋了，连王也用到了，这个连将杀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来复个盘啊、哦，那今天也做个测试吧，啊、哦，以后有时间的话，争取每天。透过这个练习也跟大家一起交流，好，但是水平的话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啊，来复个盘。哦，对方四角炮开局，哦，那中挂这个跟他不同方向的中炮呢是一个主流。跳马跳马出车出车。好，因为今天算是这个测试性质啊、哦，所以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跳马，跳马，出车，出车。这个棋呢，实战红方是点兵啊、哦，但是这个棋啊、哦，一般来说呢，好、哦，他会选择跳马，然后跳个边马，然后出车，出车。好、哦，那以下红方可能在考虑点兵。或者是进炮，再考虑进炮，啊，或者是啊，或者是进炮封车，啊，这个是以前比较流行的，好，那进卒了以后再来起合，啊，这个是以前比较流行的一个布局套路。好，那实战我们来看看黑方，这个红方呢现在就点兵，好，那黑方呢干脆升起来。好，保留一点味道呢，要对卒，而且呢，这边可以配合这个编码来做封锁。好，那这手棋就颇有问题了。这个棋黑方升起来，怎么看感觉都是红方还是要跳个马。啊，这样子呢，黑红方呢车就可以开出来，黑方呢还来不及下到跳编码挺编卒，然后打车的棋。这样子是差一些的，所以等到红方呢，他不走这个跳马，他飞下，那你跳马，你跳马跳到这边来，那下一手你跳马呢，我点个边兵，你的车刚好就出来了，哦，所以呢，这个是手顺上的差别，啊，何况他跳这个边马呢，阵型很别扭，哦，因为这个卒一挺呢，刚好压制住他，好，那进炮，好，进炮也是偏于防御，好，那黑方呢就。很顺的出子、哦、没有什么困难、哦、那这边呢我花了一点时间、哦、主要是考虑说我要不要早点对卒、哦、但是对卒了以后呢这个炮机动性变强、哦、可能如果说你对卒、哦、如果你现在呢就对卒的话他把你
他把你吃的，然后瞄到你这边，瞄的这个车马象哦，到时候以后是看是要对子简化，还是说有什么反击哦？那我感觉也不是特别舒服啊，或者是他退炮哦，将来也是瞄的这边哦，所以我想说，反正他这个巡逻炮呢也没有什么积极的目的啊，所以就不如就不要动手了。哦，那就先吃一个，先领个现金再讲。好，那车呢还是出不来。好，那他走这手呢，我认为是让局势更恶化的一手棋。好，因为他这边已经少了一个兵。好，那这个棋呢，你这个兵一顶一送，人家黑方这个不但吃了一个兵，还让自己的马活了。好，所以这个兵的代价实在是太大。好，我觉得这手棋呢是有点自毁长城。好，那这个棋红方能够走到这样子，红方能够和棋就已经。能够体现出高深的功力了吧？好，那黑方后面呢就下的比较简单一点。好，利用红方的这个兵的长得比较虚弱，好，那黑方呢就专门在谋兵，好，不需要特别去攻击他的大子或者他的王室像什么的，好，就往这个谋兵的方向去思考。好，那他这个马K到后面本来是想说他会不会K到这边来，好，所以他退到这边来保护这个兵的，好，反而马炮的位置有点尴尬了，好，那黑方呢再退回来。嗯，我想这个下法也许还可以吧，好，因为他这个马呢退到这边来以后还是进不了。好，那红方出车，好，黑方再挂过来。好，那他抓这手呢感觉有点帮到马。这个棋我觉得红方还是要谋求自己的子力的非常灵活才行，好，否则这个棋你下久了是没有办法跟黑方抗衡的，好，例如说你可以考虑 G2 进6再马7进6，好，把这个中兵给拔了。总之呢，在劣势的情况下你得想办法让自己的棋子走活。好，那这盘棋我觉得红方呢就像是无声无息的就倒地了，好，就是说没有拿出一个很哪怕是偏激一点的办法都没有拿出来，好，那这样子呢就等于默默的承受这个失利的可能。好，那黑方都下得很简单，哦，就是反正也不怕对子了，哦，因为这个棋红方实在是失血过多。好，那顶了这个边兵，好，一边是看起来要冲过去，好，一边是退炮呢巩固自己的主林线，好，再来呢也不排斥要堆掉一个大子，好，反正这三个卒呢已经过瘾了。好，那后面呢就算是一个基本的走法吧。好，这个棋飞象哦，现在看一看，也许可以考虑退炮哦，这样子呢连象都不用扫了。啊，先退炮，我看问一手，他如果要换就换，哦，不换的话呢，马也奔出去了。哦，似乎可以考虑这样下。哦，那这样子交换呢，黑方多死一个象。好，那这个棋红方如果这个兵不要被白痴造成四个卒的话，四个卒是根本没办法下的。哦，那这个棋至少我感觉应该要炮进一步。哦，当然才能平过来保护这个卒。好，那他退向这个炮一瞄了以后呢，这个兵肯定被吃了。哦，你退炮他打，你再打他。好，那他可以平炮，你飞边向他给炮将。好，那再绕过底下保住这个卒。好，所以这个兵呢敲完了以后呢，这个卒要不回来。好，那后面呢就是没有什么难度的一个棋了。好，如果这个棋还赢不到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残局呢还需要去多磨练吧，因为这个棋的这个难度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也常常在过去的经验里面也常常把一些这个稳赢的棋呢走到和局甚至被翻盘，所以这种教训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宝贵的一课吧。这个棋黑方呢早就可以换双士了，那先把这个卒到定位了也可以，那这边呢再动手，一卒换双士是赢得比较快的方法，那走到这边呢连这只卒基本上都不需要了，那走到这样就获胜。好，那今天呢就先直播到这边，待会来回头来看看效果，那谢谢大家的这个观看。